1000多年来，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可谓家喻户晓。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个家族一连串闪光的名字：杨老令公杨业、佘太君、杨六郎严昭、大郎、二郎、三郎、四郎、五郎、七郎，以及杨宗保、杨文广、穆桂英、杨排风等，堪称满门忠烈，名闻遐迩，所以世称杨家将。提起杨家将，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杨业。历史上，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，又名继业，他从小就擅长骑射，爱好打猎，武艺也高。每次打猎，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。他对同伴说：“我将来带兵打仗，也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。”杨业原是北汉的大将，北汉被宋朝平定以后，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。因为他能征惯战，屡立战功，骁勇无比，所以人们称他杨无敌。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，即公元979年，宋灭北汉，杨业归宋，任右领军、卫大将军、郑州刺史等职。宋初，宋朝廷试图用对辽战争的办法收复燕云16州，杨业奉命驻守代州前线。太平兴国5年980年，契丹10万军马来攻雁门，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，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萧铎礼，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。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，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，称杨业为杨无敌。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，仍知代州。杨业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，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。宋雍熙3年，即公元986年正月，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，执意全面进攻契丹，下诏兵分3路进行北伐。东路由大将曹彬带领向幽州前进，中路由田崇敬带领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各地，西路由潘美和杨业率领攻取山西北部各地，然后3路军队会合，收复幽州。杨业的西路大军一路上英勇作战，很快打下了环、朔、云、阴4州之地。但由于中路、东路溃败，西路军队成了深入的孤军。宋太宗命令他们迅速退回代州。不久，英州的宋兵逃跑了，辽军又趁机打进了环州。宋朝下令把环、朔、阴、云4州的人民迁到内地，要潘美和杨业的部队负责掩护。
杨业凭着多年来对辽国作战的经验，提出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。他说，现在敌人的实力较强，应当暂时避开他的锋芒，不能硬打。我们先假装攻打英州，敌人一定派大军前来迎战，我们派人秘密跟云朔两州的守将约好日期，要他们利用这个时机赶快带百姓往南走。我们派3000弓箭手和骑兵在中路接应，百姓就可以安全撤退了。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，监军王申和主帅潘美却坚决反对。他们为了争功，硬要杨业率兵去打环州，杨业无奈只得率本部人马出击。杨业临走前和潘美约定，由潘美、王申率领弓箭手在陈家谷负责接应，然后便带领人马直奔朔州。辽军听说杨业前来，出动大批军队把宋军团团围住。杨业和他的部下虽英勇作战，毕竟寡不敌众，他们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，只剩下100多人。好不容易突出重围，退到陈家谷时，潘梅、王申早已撤离。杨业决心以死报国，就对部下说，你们各有父母妻子，不必跟着一道死，赶快夺路逃走，好回去报告朝廷。部下都感动得哭了起来，没有一个人肯逃走。杨业得不到接应，陷入重围，只得只身奋战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身负重伤，坠马被俘。杨业被俘后坚贞不屈，在敌营绝食3天，于公元986年6月18日壮烈殉国。他的儿子七郎也在这一次战争中牺牲。杨业一代军事奇才，出将入相，深得民心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各个儿子也都优秀出众，有了一门忠烈的传奇故事。杨业的结局尽管是悲壮的，但是他永远被后世所传颂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